了，已经到了这个港口了，码头啊！哇塞，这边有人游泳啊！哎呦！好了，谢谢大哥，谢谢。哎呀，还在下雨啊！刚才雨停了一阵儿，现在这边又下雨了，哎呦，真麻烦。现在咱们现在要赶去码头，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在天黑之前应该能到。好了，已经到了这个港口了，码头啊！哇塞，这边有人游泳啊！哎呦，我游泳过来。刚才我看到了这哥们儿啊，你看啊，骑自行车旅行啊。Yes。哟，爸爸，那么些吧。那么些也有。三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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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人哥，苏门答答什么啊？我的。哇。到了别还办得了。哎呦。他骑。You know。嗯。This is packing while packing. Motorcycle while packing. This is wild. Yeah.Recommended him. Yeah. Maybe next. Maybe next. Yeah, yeah, yeah. 他这个骑自行车啊，转苏门答腊。不拉不拉吗？嗯，差不多两个月。多不烂？两个月了，在苏门答腊。还巴迪啊？六，六，老板。骑自行车啊。两个月啊。你看他自行车。你那单凳儿。单凳儿。No, no sleeping bag.Oh. And the footing looks、oh. and the、yeah. bersih bersih, bersih bersih tinggi sabun. Yeah, 它这里边都包括了它的那个帐篷啊、睡袋呀、啊、啊，还有一些日用品都有。手机也可以，手机加在这儿，还有灯。哎，巴迪啊，多少比亚萨？Maybe you next him twice. 刚比上，刚比上，挂他了，挂半个，厉害啊！好了，船马上就要开了。苏门答腊岛这次的旅行就要结束了。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啊，也去了这个李大哥啊，那个华人在南邦的华人。中华菜馆，给他了，送给他咖啡啊，公路上，在雅琪的咖啡。那现在准备就要往回到雅加达了。好了，也挺累的，刚才下雨，浑身湿了也啊。对，为了赶这个船，因为晚六点，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吧，大概六点、七点、八点，晚上八点多。左右到这个爪哇岛的码头麦拉，然后再开始回家，大概也要骑150公里，好吧，挺累的。好了，咱们得吃碗长寿面啊，过生日了哈，方便面啊，也挺棒啊。
现在小松的心情啊，非常的不一样啊，因为终于快要到家了啊，小一个月啊，还有100多公里啊，得骑差不多4个小时吧。好了，回家喽。好了，小宋呢吃点晚饭，吃这个快餐吧，印尼的麦当劳，好久也没吃过了。今天是自己吃，没有跟孩子一块儿。这是朗诵比赛。马干尼西尼。Burger 啊。yang biasa lah, yang Mac spicy. Yeah, yang dia tak situ. Big Mac ya kak ya? Yeah. Pakai saja.Cola aja. Oh, kopi bisa ganti yang panas? Bisa. Kalau cappuccino. Enggak usah. Cola aja. Standar saja. Ya. Oke. Akan dicek kembali sarannya untuk pakai Big Mac minumnya cola. 好了，这个吃的是汉堡包、薯条，来一杯可乐啊。这个也算是给小松庆祝生日了啊。咱们就是麦当劳庆祝生日啊。好了，许个愿。好，开吃。现在是晚上的9点差不多了。吃完咱们就赶路了。还得骑大概3个小时才到家。啊，很少吃 burger 啊。今天来个，满足。